今天要录个人案，传令给老师看，带回去认真点。你们不要吵，我要先录哦。换我来录你们哦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勉强还行啊。高吉祥，不要再玩了。好了。阿英怎么怪怪的啊？就没调好。高宝云，你的小号呢？我放在学校。有带乐器的一起来团练吧。高启祥，不要乱弹啦。林清玄，不要乱弹的啦。清玄，你到底打什么？不要乱弹啦！不要乱弹。要不然我们先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，等回来再开始练。好啊。啊，我们要去哪一站路啊？随便走一走啊。好，走走，散散心。可以，走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水蛭吗？水蛭不是吸血吗？不是那个水蛭啦，吼哟，是那个鸟类的水蛭。还有鸟类的水蛭？不然我带你们去看呗。好，走。我们来到美浓湖畔，找到水质保育站的站长，向他询问。站长，我们有事问你。水质鸟它的特征？水质是台湾的原生种，一年四季我们都看得到它。那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它有着长长的脚趾头，所以它可以用它长长的脚趾头把体重分散在水生植物的叶子跟茎上，所以它可以在水生植物上面行走。啊，这个特殊的行为也让它获得"凌波仙子"的美名。哎，我看到水蛭了，还有蛋，看起来好像茶叶蛋哦，能不能带回家吃啊？那不行啊，那是保育类动物哎。站长让我们坐上 SUP 观察水蛭的食物，你们看，原来它们都是吃菱角叶上的小虫。最有趣的是，站长还带我们去体验走绳，学水蛭在菱角叶上走路。然后让你的大拇指跟你的脚跟在线的中央，好，所以你就这样子走。走绳很好玩，不过我也掉到水里很多次，但队长说不用担心，水很干净，都没有农药。水蛭它走在那个菱角叶或是其他植物的上面的时候，它们就是要像这样。请问你觉得这样子走绳索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感受到很困难还是很简单？很难吧，他们应该很熟练。哎，你的绳子扔在那里。哎，你很幸福啊，好多个人帮你服务我。OK， 穿上青蛙装，准备下水采菱角喽。我们问一下，它的菱角中间如果是软的，这个就是还没有好的，还没成熟的话，不要踩它，就把它放回去就可以了。哎。如果是硬的话，你就把它踩下来，然后放到篮子里面。水蛭会生长在菱角叶上，所以每年志工都会先采菱角，等到隔年水蛭繁殖期前，再把菱角回种在池子里。这样长出来的新菱角叶就可以让水蛭在上面生蛋了。那这样子，水蛭来美浓湖这里是不是蛮幸运的？对，算是。其实我们也付出了蛮多的，就是这边其实都是我们人工自己种出来的。就是我们刚刚有这个我们说的包种，它长出芽，我们就一个一个下去把它种出来。
的，一个一个下去把它种出来。所以这些你们看的都是我们种的，你们踩的也都是我们种的，还有你踩到我的脚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不敢。水蛭这种生物，它是二级保育类动物，而它现在的数量已经越来越稀少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保育它的动作。我很喜欢生物，对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其实做这份工作其实很开心，虽然它有时候很累。哎，看到什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们就会一起帮忙。志工辛苦地为水蛭做一个家，每个人都付出许多心力，让我们很感动。今天来这里体验了一天，让我们也有了家的感觉。拜拜！拜拜！你们去水蛭保育工作站有什么感想呢？我觉得那边的志工很辛苦，然后我们可以有空就多多去帮他们。我觉得志工很努力的在传授知识，就是关于水质的知识，然后让我们了解水质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尽一份心去帮助他们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志工跟水质们创作一首歌，大家觉得呢？ OK 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那大家回家就负责好自己的乐器，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出来检验大家的成果，大家都没问题吗？ OK 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 都不要滚。水质，所以不用怕，最机械，水质真的。